长平君在找寻何物？楚运军粮的疏解。长平君不必再找了，在下知道疏解的去向。在哪儿？给我！延误军粮输运乃是重罪，二位岂可儿戏？拿来。李信蒙恬率军攻楚，长平君就不怜悯楚人吗？ 父楚无道，大王发兵征讨，不是正合楚人心意吗？给我！秦王既以搁置分封之意，我等为昌平君效力，以徒劳无益。谁说的？时至今日，昌平君还要欺瞒我等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何处起火？ 继续军粮仓里，长平君不必惊慌。两万担军粮焚毁，岂何足当主？让开！长平君，何必做徒劳之举？长平君！ 长平君。 华阳太后已崩，芈姓在秦国根基已失，还请昌平君归附我楚国本宗。胡说！秦法严苛，当年秦惠文王为太子时触犯秦法，功勋累累的太子傅也是难逃一刑。此事非同小可，我想昌平君比在下更为清楚。 昌平君，当断则断。廷尉大人到。大王，叫。陈颖输往李信大军的粮草。 怎么，长平君有心事？公子，长平君抓获秦王信使一名。长平君现在已经归楚，秦王尚且蒙在鼓里。 还为秦军督促粮草。相主国，果真能击败李信和蒙恬吗？请长平君放心，柱国的三十万大军已接近城父，再加上这城下的十万士卒，定能阻挡秦军虎狼之势。到时候，秦军的粮草被大火烧为灰烬，内无粮草。 外无救兵，他李信蒙恬，即便有天神之术，怕是也难逃此之绝境。长平君，是在为秦人哀叹？我担忧咸阳米行。<笑> 大丈夫，立天下之正位，岂能起于知解？长平君现在是跟秦王这样的天下雄主一较高下，若想要战胜他，就必先于他更加果决。
我军连攻旬日，城府守军看似精疲力竭，可是到了紧要关头，总能遏制我军攻上城头啊。主人为何还能坚持？城父囤积了楚国过半的粮草，有重兵驻守，本就不宜攻占。但目下楚军已是强弩之末，明日我大军倾巢而出，必克城父。报！禀将军，楚将相燕率30万楚军进驻城父。相燕从何处来？我军所役。去看看。我军后侧似乎也有楚军，速派斥候查探。斥候查探我军后侧。诺。报！报！毕将军，10万楚军从陈邑方向而来，截断我军后路。陈邑方向怎会有楚军出现？昌平军安在？楚军遮天蔽日而来，消息断绝。在他。诺。我军已被楚人成倍之兵围困，明日将是一场血战。号令将士们，固守营寨，伺机突围。诺。接下来，我军攻守转换，绝不能落了阵脚。我大军分为20队。每队10000瑞士，逐节抵御楚军攻击。待楚军疲惫，我大军全军西进，一举突破楚军包围。诺。成绩永熙，又以武，中刚强细。不可凌，身既死兮，神已灵，子魂魄兮，为鬼雄。我大楚报仇的时机到了。天佑大楚，歼灭秦人。天佑大楚，歼灭秦人。每20000人一队，轮番突击，突破秦军军营，擒敌于城父。进军。将军，5名校尉阵亡，10万士卒殒命。非之战以来，秦人从未遭此重创。将士们视死如归，可楚人也拼上了性命啊！我等与楚人同归于尽。仗打到这个地步，已无战法可言。拼的就是人头性命，但楚军一线颓势，我军只要抵住楚军此次进攻，全军突围。诺。将军，该我等临阵了。营在人在，营失人亡。保重。诺。我大军进抵城府之后，只收到1份战报，有点蹊跷。李信和蒙恬协作，料想不会有半点差池。再说，项燕大军远在项城，即便他们赶回城府，我大军也足以与之周旋。
王，楚军从陈营方向偷袭，截断我大军后路，李信、蒙恬将军仓促应战，我大军20万几乎全军尽没。那常平君呢？民喜背叛大秦，并将陈颖献与项燕。止步！芈姓族人前来请罪，请将军代为通禀。大王有命，谁也不见。将军，芈喜叛我大秦，芈姓一族前来请罪，请大王治罪。请大王治罪。国夫人，国夫人。大王有命，擅登石阶者，立斩。芈姓祸殃了数十万将士，请将军杀了我。郭夫人，郭夫人，中郎。郭夫人，使不得呀。
请大王治罪，请大王治罪。郭夫人，太宗，诸位请先行离开，回府等候王命。郭夫人，常文君，大王不见，长跪于此也无济于事啊。王命到。大王诏命，芈姓可随意通行，可居咸阳，可处他地。谢大王。郭夫人，大王不责罚芈姓了。心中再无芈姓。城父之败，我军士气损伤，灭楚战事恐将拖延三年五载啊。李信、蒙恬昨夜趁黑已归咸阳。我是他们，我也不会白昼入城。我军还剩多少兵马？算上伤残的将士，不足五千。香烟叫嚣要犯我大秦，让他来啊，我银溪独臂照样杀他个片甲不留。国伟，楚军可有乘胜反攻秦境的可能？项燕策动芈杞被擒，才大败我军，若他想攻入函谷，哼，痴人说梦罢了。可大梁新政皆在函谷之东，都是将士们用血汗换来的疆土啊。项燕手握40万骁勇之卒，我大秦疆土略有损毁，在所难免。
大王到。城父兵败，非李信、蒙恬之事，乃寡人之罪。陈颖失陷，米起降楚，乃寡人失察。起来，大秦的将军该绑缚敌手，而不是捆绑自身。起来，血海深仇，为大秦，为大王，臣甘心赴死。该死之人是阻挡寡人一统天下之人，而我大秦的瑞士朕必当凯旋。诺。城父兵败，一有寡人轻敌冒进；二，因寡人于废分封、置郡县之策犹豫再三，当断不断，为楚国萧条所成，乃寡人之罪。寡人欲带领我大秦一统天下，届时将会有许多的生灵丧失性命，寡人绝不步商周后尘，故寡人欲废分封，行郡县，终有一日与我大秦志向，再无耻土之风，永无子弟立为王侯。诺。闵姓愿全族一跃，以谢天下。国夫人不必如此。明华已经无颜面再见大王，我父罪恶滔天，还请叔父竭力挽回闵姓之过。
大王，大王。臣有罪，臣有负于大王，有负于大秦，有负于死去的20万大秦将士，请大王降罪于臣。大王，寡人之罪与上将军何干？大王，大王，不灭楚，臣无颜苟活于尘世啊！大王，虎符。寄望上将军，攻必克，战必胜。谢大王。谢大王，臣誓灭楚国。撤！昌平君如此忧虑，这又是为何？王翦率数十万大军东出函谷，以奔楚国而来。既来之，则破之。楚国65万大军，天下谁人能挡？鸾鸟，春火之寝，太阳之精，乃我楚人祖先的化身。秦人不过是玄鸟生下的独卵，岂能与我楚人争鸣？有罪者！何人大胆，给我擒来！米颠，你好大的胆！米颠。方才误会，借这伤酒，我等兄弟向楚国赔罪。长文君，道不同，无一事。射杀鸾鸟，羞辱楚人，还敢在此说长道短？我等自幼在华阳太后身边长大，养尊处优惯了，请楚国莫要责怪。你还知道自己生于秦，长于秦，为何还要叛秦？大王何等仁厚，拔擢你为大秦丞相，可你却背叛大王，背叛大秦。娘，不愧于天，父不作于人。米奇，你愧为芈姓一族，一派胡言。芈姓一族皆以你为耻。来人，
将这扰乱军心之人给我捉出去！诸国息怒，此乃兄弟义气相争。快快放手！爹，不屑与叛徒萧小同坐，我自己走。米店，你我毕竟血脉相连的兄弟，我忧心米华，忧心米星一族的前程。你还有脸口口声声说惦记米华？拜你所赐，米华自闭冷宫，从此不能与扶苏相见，你可知道？米姓族人受你牵连，不敢正视他人眼目，你可知晓？若你天良未泯，该以我为表率。大王，说，上将军求赐府邸两座，仆役千名。准。大王，上将军还未与楚国开战，此时封赏。奉命奇袭陈颖，楚军疏于防范，米起、景韩不战而逃。我等可以专心对付项燕了。上将军，我军65万之众，对阵项燕40万楚军，当先发制敌啊。莫要着急，这封帛书急送咸阳。诺。大王，上将军的书信。
准了。大王，上将军再求良田千亩，十亿万户。上将军不务战事，却屡次请求大王封赏，这臣有些糊涂。这个王翦啊，还是不知寡人之心啊。师兄，大王何意啊？还望师兄指教啊！大王将65万大军交由上将军统帅，然我大秦立国500余年来，从未有过一人率兵如此之众，上将军也是惶惶不安呐。而上将军行事谨慎，他不断向大王索要财物封赏，可谓是一举多得。何出此言？其一，以财货自污，消除大王对其统帅倾国之军远征之顾虑；其二，若灭楚时日延宕，可使朝臣们只议论他贪财之名，而无拥兵自立之邦；其三，确实可以得到很多实惠。再从宫中选取10名年轻美貌女子，送至上将军府中。诺。大王英明，大王此举可使上将军不再分心，忧顾朝议了。你等作甚啊？偷酒喝，放回去。大秦的瑞士们连一坛酒都拿不下来，如何拿下楚军的营寨啊？上将军，上将军，此酒乃大王所赐，有谁想品尝此酒的？想饮此酒者，随老夫来。要想饮酒者，总得有所表现才行啊！谁来试试？我来试试。将军，这么短的矛，怎么让我们上阵杀敌啊？百夫长，在。比划比划。诺。双臂舒展，后腿弯曲，腿、腰、手臂齐发力。踩！来呀！哎，我试试。后退5步。支援者，赏酒一壶。踩！去昨夜风凉，起看四野八荒，寂寞